事业上积极主动受到大家的关注并获得金钱的回报，但可能为你的个性发展带来压力。高远及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你获得大家的尊重。月亮与火星合相在天蝎，并与太阳形成四分相，金星进入冥王的合相之中，水星慢慢地离开了冥王星继续前行，所有的这些都带来紧张与压力，情绪有冲突，内在需求与外在的自我追求不协调，有压力，爱情或关系也充满了控制欲望，但沟通表达及思想交流等则会稍微轻松一些。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